方向。战争真的比我们所有人想象中的可怕，不光是我，因为我是中国人，所以你们很担心我。可是我觉得对于所有乌克兰人来说，这都是灾难。然后我有很多很多朋友，我不希望他们上战场，所以这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。希望大家不要再开战争上面的玩笑了。那么凡事啊都要讲道理，凡事呢也都有因果关系。一些国家呢应该想一想，在美方违背同俄罗斯协议五次将北约东扩到俄罗斯的家门口，并且部署大量先进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想过把一个大国逼到绝地的后果？